哎呀，英雄啊！土土，欢迎光临。是吧？你问我来。哦，伊今仔日无来呢。阿耀哥嘞，伊拄着十三英，心情敢有受到影响？阮三的心情毋是介好啦。啊，顺大有过来，伊对伊哦，甲恁翁毋是真谅解。甲我讲是啥物原因？ 你知十六年前甲厝边的人应该就是豪哥啊？无可能，啊，无可能做这个代志。啊，伊是恁翁哩当然安尼讲啊，啊，不过外口的人拢知影哦，迄盛豪集团甲十三英有生意往来啊。啊，你敢认为有可能完全无关系？盛豪集团甲十三英合作是最近的代志，袂当甲以前文员牵拖做伙。无啦，错啊！ 你这种想法伤浅啊啦！你应该知影西丽七康甲十三英是冤仇的呢。啊，结果你刚刚做生理，安尼唔等于是反背兄弟？豪哥有讲过，生理还生理。是啦，啊，不过做生理上重要的就是信任啊。啊，若双方有冤仇，这生理要哪有可能做啦？啊，豪哥伫社会走跳才一年啊，敢有可能唔知影这个道理？哎，而且哦，你想看卖。 哦，迄天我看到迄广告内底问讲是毋是你，你阁甲我讲毋是，是毋是无信啊？哪会连你拢认不出来？嗯，我拢毋知影咱囝吼生到遮缘投啦，啊，我去菜市买菜的时阵哦，大家拢咧问呢，啊，我看哦，我紧来请示王爷，看你有适合行这道无？等下，那这种代志嘛要问王爷啊？当然哦，嘛要请王爷吼保庇你顺时。 嗯，迄是当然的啊，嘿，你是王爷保庇大汉的呢，所以讲什么代志吼，拢爱吼先甲王爷禀告啦。陈公啊，项羽进前发生迄种代志，我惊以后若是各有网友提出来讲，厂商敢袂要求项羽赔偿？禀告，这点你放心啦。 伫咧广告拍进前哦，阮拢已经甲厂商讲清楚啊。啊，而且真侪网友看到广告以后哦，嘛拢有留言鼓励项羽。我想应该是袂发生你讲的即款代志啊。啊，毋过即种代志真歹讲的。斌哥，阮也找项羽拍广告，主要是认为伊有即个条件。啊，毋过以后若是愈来愈红，确实也面对真侪网友批评哦。嘿啦，啊，你倒来试看卖啊，这是足好的机会呢。 我少年时阵吼，嘛有想要做马道，啊，不过拢无机会。啊，是讲做明星，敢有遮尔好？好啦好啦，你看阮阿孙哦，生做遮尔缘投，你算熬生囝啦，啊吼，互伊试看卖啊哩嘛吼，对无？啊，你甲我看有成功的啊，啊，甲家父喏，得甲伊斗相共，你免烦恼，免烦恼，免烦恼啦，吼。阿嬷，你放心啦，我甲成功一定会尽力。哦，多谢多谢，啊，项羽，你讲啊。 我嘛会尽力啦。哦，尽力哦，哎哎哎。我有一个要求。我知啦，我知。项羽有甲我讲啦，伊讲伊有答应你哦，一定会甲大学读毕业。我嘛会尽量配合伊，互伊以科业为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啦，安尼好啦，你甲看啦，哎，咱项羽吼，真正大汉啦，啊，足会晓想的安尼，安尼足好诶，吼，我这个乖孙，安尼足好诶。 耀哥的身份，让十三亿的人发现，我是要安怎跟伊斗相共？若真正是阿豪出卖耀哥，有一挂代志，恐惊就无机会跟耀哥讲啊。嗨，妈咪，过来。
一个走去倒啊？电话拢无爱接。啊，同学说你做伙去食火锅。你搁出去后壁食物件？放心啦，我有注意啦。你最近拢莫去啉咖啡啊？为虾米？阿伯毋是无欢迎你。阿伯是讲上课时间不准翘课去啉咖啡尔。安尼你著好好啊上课，最近拢不准去。啊，我已经放寒假啊，想要上课嘛无老师啊。回头莫搁去就对啊。奇怪，为虾米管遐尼济？较早嘛无安尼。你现在已经大汉了，要靠有定性。麦去麦去，啊！不过你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看麦。等我满十八岁，我要去考驾照。是汽车还是奥多麦？当然是奥多麦。你家己哦，甲恁爸讲。哦，爸爸根本就无可能买奥多麦给我。豪哥，今天我有杨叔来讲，伊唔听，伊的态度，得甲当当年阿耀讲个决赛，伊是有开什么条件啊？伊讲对我带阿耀过去，那不伊我就无讲，阿耀会能徛得离开。讲这种话哦，根本想超过啊！孙啊，你啥人要听阿爷？豪哥，咱拢是结拜兄弟啊！阿英哦，讲这种话，就是根本无把咱三个死扛放在眼内啊！这十五年来，阿爷敢有给你一嘴饭吃？伊捌帮助过你啥？即摆出代志。难道跳出来替伊担心？我嘛是，念在咱兄弟的情分啊！阿耀哥嘛有讲过，无想要拖累着咱。问题是，即摆亚平已经知影这件代志，要我出面保护伊，我敢会当卖差吧？你讲，亚平是不是到即摆，原对阿耀也袂死心？豪哥，你已经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嘛有柠檬姐的可爱查某囝，所以伊未够对姚哥有感情的啦。妈，豪哥，你今天伤济啊啦，我先送你转。别管我。Yeah, Lord.